COVID-19, the Spring Festival Travel Rush, and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I'm now at Beijing Daxi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where the three factors are colliding here. So what strict measures are being taken to guarantee the safety of the tourists? Join me to take a look. 然后大家现在眼前看到的就是大安机场最近上的测温验码一体化的闸机，然后旅客只需要持有效的身份证件，然后在上面进行识别，就可以完成一站式的健康宝查验，然后体温测温，包括那个爆炸物的检测，整体的通行效率也会有一个65%这样的一个提升。 Wow, it's so fast and so convenient. So when the epidemic is normalized, these measures can improve the great effectiveness when we travel. 现场我们也会识别到一些旅客，他比如说我没有带身份证，我没有带有效的证件，我们在旁边也设立一条人工通道，旅客还是可以依旧使用传统的这种模式扫描现场的二维码。刚才咱们所说的人工通道进来的旅客呢，他的测温环节是在这个位置。整体的测温流程呢是。 先用这个设备进行第一次的旅客的测温，如果他的那个体温偏高，我们会用手持测温枪在对旅客进行体温的复测。如果确是体温，就是测温枪显示出来的温度也比较高的话，会有我们的那个医救中心的同事、急救的同事过来，然后对旅客进行进一步的健康筛查。 那我们在这个环境的消杀上面做哪些工作呢？我们每天会做5次的环境消毒。刚好前面有一个大姐正好在做，您看到的她的这个设备是一个雾化的一个消毒的设备。Okay. As you can see, I think this machine is a bit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s because. I think the particles is very small so that you cannot see the watermarks on the floor and you know it decreases the risk or the slippery for the passengers. So now we are at the service center. As you can see now I want to change the facial mask. I'm just checking that if they can give me a new one. 你好，我想换一个新的口罩，咱们这儿可以提供吗？ 那在防疫期间还有哪些措施咱们会去进行就是有效的一个防控工作呢？在疫情防控态势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全员均接种了加强针，并且上岗之前都会佩戴4件套口罩、面屏以及面罩，以及还有手套。对接触过旅客的物品都会进行随时手消。Okay, I'm now ready for more tasks. 我们那个手推车的工作人员在每一次这个旅客用完车子之后，收车的时候会对旅客用到频繁的这个手推车的扶手进行消毒，然后每2个小时呢会对整个车进行一次消毒。同时，那个夜航结束之后会使用一些特殊的设备，然后对整车进行一次彻底的深度消毒。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位置是4层的一个母婴室，因为八四啊或者是酒精，它的刺激性比较强，然后小朋友的皮肤比较敏感，然后。 大安机场的所有母婴室使用的消毒产品全都是戒烟盐的成分，然后同时呢，对于这种母婴护理台的这种设备，我们也会定期的会使用高温喷雾的这样的消毒。一般上正常是2个小时消毒一次，但是呢，如果旅客使用的话，我们是旅客走以后，我们就及时那个进行消毒擦拭。 As you can see now, the airport are equipped with the touch-free buttons so that to avoid the cross infections. 大安机场的扶梯和人行步道，我们也采取了一些科技的措施。然后对于这种扶梯呢，我们在它的下方加装了这种紫外线消杀的这种设备，然后这个。 人手不带在自动转动的过程中，就会进行自动的这种消毒。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核酸检测点呢是24小时运营的，旅客不需要提前预约，然后来这儿即到即检。大家目前能够看到，现在这是我们安检的通道，这是我们的安检员，我们的安检员是全部接种了疫苗的。 第二点，我们现在是每周做2次核酸。我们旅客在接受完安检员的检查之后，他是进行一次消毒。看着有些人没戴口罩，然后他们的那个工作人员，及时的提醒，不管是吃的呀，还是商户呀，就是进去都要做这个。
健康宝的一个检测。他们的那个清理消毒过程都是每十分钟或者五分钟就清理一遍了。我们国家的那个管控措施特别的到位，对，我觉得给我们也觉得特别的放心，对，出行也是特别的踏实。我挺相信我们国家就是这方面的问题没有什么大问题。